三郎吗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谢谢你，放我下来吧。别下来。嗯，为什么？脏。非有自亲，死前丹田啊！ 三郎，小心，不用管他。三郎，还是放我下来吧。没事，你别出手。你总不能一直抱着我吧？未尝不可，抓紧了。 再看到这样的坑，千万别乱往下跳了。拦你都拦不住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不再问点什么？你还想我问什么？比如，我是不是人？这是不是人？我觉得没必要知道。哦，为什么？与人相交，看的是投缘不投缘，相形如何？ 又不是看身份，我若喜欢你，你便是乞丐，我也喜欢；我若讨厌你，你就是皇帝，我也讨厌。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，所以没必要问吧。<笑>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三郎，小心！若隐，若想离开这里，我们得从他嘴里问话。三郎。 你还是先放我下来吧。等一下，多谢你了。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，那个黑衣女尸会不会把他们也扫下来？啊，小心！我说了，地上很脏。你们为了剑神坐实，半月国千万冤魂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克莫将军，你说的那人到底是谁？半月国师？你不是效忠于他的？可是将军。
我杀的，他没动手。你可以回答他，然后和我。刻魔将军，你误会了。我们为铲除半月过世而来，怎么会是他的帮手？你扔我们下来，我们总得自保吧？好吧。但现在我们都被困在这里，还是先休战吧。刻魔将军，为了你的弟兄，你还是老实回答吧。 可尸体还在，那得看你吗？你们半月国人认为尸体是什么样子，来世就是什么样子。你想要他们来世安康，没事。嗯，绝无其瞒。那半月国师的事迹，外人知之甚少，只有您曾与他共事，还请为我们指点一二。哎，可他不是半月国人吗？刻魔将军，你先冷静。 我走一夜了，来，这个给你，哥哥带吧。好，那把纯真小蛮腰分享给三郎吧，哥哥喝。嗯，我一半，你一半，谢谢哥哥。 有超多真实白桃果粒。